欢迎来到乡亲，到继续来关心地方。南投处处是美景，无论是山水、山野和人文地势等等，拢相当的迷人，嘛培育出真侪艺术家。为此，县府文化局特别举办南投县美术家联展，这次总共有176位县内艺术家参展，包括书、画、雕刻等等每一项创作方式。这个展览嘛是文化局年度艺文盛事之一，邀请大家做回来欣赏。南投县美术家联展今日进行开幕式，参与联展的艺术家有176位，包括书法、水墨、油画、陶艺、插画，甲各种媒材雕刻等等。大家依照不同创作领域来呈现，共同记录南投的美好。唔知咱南投吼有遮侪牛画艺术家，又是画图吼，啊做一寡艺品拢遐尼啊牛，安尼啊今日看伊展览，啊咧，各咱的文化局有一个遮好的所在。我们这艺术家的表现实在真的不错，我是从事雕塑的一份子，那我觉得南投县来从事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，像这一次总共有160几位作者来参与平面跟立体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我觉得对我们南投县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。美丽自然景观、丰富的物产、多元族群，是南投县上大的优势。嘛，因此孕育出不少艺术家。南投艺术风貌的多元发展，嘛是这在地艺术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我们美术家联展的这个件数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还多，而且呢，不管是质货量每一年都有提升。那我们南投县因为好山好水，幅员辽阔，所以长期以来孕育了非常多的艺术家。那么这些年来我们也不断在这个广度上面能够加以扩充，所以除了纯美术之外，包括其他各类的工艺像漆器、竹艺、木雕、竹雕、石雕，乃至于琉璃等等我们都把它给涵盖进来。这项展览已经是文化局的艺文盛事之一，透过每年一次联展，分享县内各艺术家对创作的热情，感受对家乡的感情和投入，以及前辈对后进的指导，提升在地艺术能量。这次展期到29号，文化局邀请大家做回来欣赏。记者林世昌报道。